人生虽有风险，真歹行。有时黑暗中真惊吓，高高大大怨叹家己的无念，心情起起落落，谁知影？耶稣的伊身躯边点点听，伊知影你现在的心声。伊讲，你若倚靠伊，就拢免惊。伊要收拾你平安的痛，拢免惊，有耶稣陪你行。拢免惊，靠主的名。拢免惊，有耶稣牵你行，免惊遐叫你的名。人生虽有风浪，真歹行。有时风浪，黑暗中真惊吓。耶稣讲，伊会牵你的手陪你行。咱只要心情放好轻松，倚靠主，就拢免惊。耶稣陪你。
台湾什么人上大？总统吗？不是，耶稣上大。好，然后什么人上大？校长？不是，应该是耶稣上大。教会内什么人上大？牧师吗？长老吗？执事吗？都不是，耶稣上大。所以，我通过这首歌要向咱大家分享。基督徒，咱做基督徒的咱，若要得胜，真正活出生命、信仰，咱要把主权交给上帝。所以，咱用把主的主权交给主，不是教会的天职的经文吼，但是主，不是公司头家，是主。吼，用这个角度来看咱的生活，吼，用这款的心情来听这首歌吼。如果你若要唱，欢迎你下面做一唱，好，弹琴唱歌。赞